拥有了第一间办公室及第一张的办公桌，却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的灵异现象啊！就在这一刹那，一眨眼，一下子，一瞬间，一口气，一会儿，就吓了一跳，搞得一团糟啊！还真的是一塌糊涂，一败涂地，一筹莫展，一蹶不振，一触即发，一泻千里，一窍不通，一事无成，一览无遗，一望无尽，一命呜呼，一见发财，我了一回生而回从，一不做而不休。哎呀，一日之计在于晨啊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是寸金难买寸光阴，一事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一百年生。哎呦，所以啊，一爱足矣。